拿出来就放。对，然后也可以直接用手指抹，像妹妹他们刚刚全部都是用手指抹。对，用手指抹出来跟木棒抹出来的纹理不一样。我这个是示范，是用木棒抹，你会发现它看得到底下的纹路。对。但用手指抹的是长这样，你看不到底下的纹路。对。好。那你们都可以挑。我喜欢木棒的比较有纹理。对对 对，手指的比较厚。对。那所以一般就是三个颜色这样子。没有，你要用几个颜色都可以，然后这边也可以用，全部都可以用。纸杯是一个纸杯纸杯全部你要用五六个、十几个都可以。